啡，人生有几个春秋，缘起缘灭不留情，爱过才知情浓。海誓山盟最难舍你的笑容，情为何物不能懂，唯爱你在梦中。花叶窗空无影踪，怎么能挽留往事随风，终究发现一切在心中。少爷说，您当年辛辛苦苦把他带到泸州来交给老爷，然后又含辛茹苦牺牲了二十多年的青春照顾他长大，不论是从恩情还是亲情上，您都是最适合做他母亲。我爹说他已经一个人过惯了。我娘也说他已经很满足现在的生活，他不想改变现状。哎，没想到他们两个老人家都这么固执，一点都不领我们的情。哼。也许我们可以想新方法。有什么新方法？只怕不管用，总得试一下才知道。
的事，岂不是太冒失了？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呢？老爷，这是我最后一次为您缝衣服了。您娶了新夫人，可能就不再需要我为您做这些事了。正想拿去让您试试看合不合身。啊，那好，我试试。说我们两个已经熟识了20多年了，君山和天雄也已经20多岁了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陈家的上上下下你也应该很熟悉了。是，我你也很熟悉了。我请你嫁给我，秋夕，请你嫁给我。您怎么提这个？天兄说的对，我们已经浪费了20多年的时间了，不该再浪费下去了。秋夕，秋夕，让我们牵手一起度过我们的后半辈子，好吗？我，请你原谅我的冒失，我并不是想给你带来任何困扰，只是我们相知相惜了20多年，我的心意你也应该明白了，除非你对我是无意的。不是的，我……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下午看到葛大娘来给您说媒。给我说媒？她不是给你说媒的吗？给我？不是啊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天神？这两个孩子还真是有心呢，居然想出这种招数来。我们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这么捉弄我们，真是的。你别不好意思，其实我们也应该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感情。君山在陈家待了20多年了，
当成外人。我也相信你对我和天雄也是一样。还记得在狱中你跟我说的那些话吗？你要我好好的照顾俊善，要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看待。如果你嫁给了我，俊善不就名正言顺地成为我陈木生的儿子了吗？天雄和俊善，他们从小一块长大，感情比亲兄弟还要好。而且天雄还说过，这世上只有你才有资格做他的母亲，而我更是早就习惯了生活中有你。秋夕啊，我不会勉强你的，但请你看在两个孩子的一片苦心，认真考虑，好吗？秋夕是一个罪人，我知道，我没有资格向您请求什么。可是，今天是个机会，让君山喊老爷一声爹。如果您地下有知，您应该知道，我对老爷从来就没有非分之想，也从来不替自己求些什么。可是，应该让君山早日认祖归宗，恢复他陈家大少爷的身份。我不能让君山失去这次机会。我欠他太多，我是诚心诚意想要弥补他，好让他喊老爷一声爹，在您的灵前给您磕头，叫您一声娘。夫人，我说的这些是真心话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跨进陈家的大门，也不敢取代您在陈家的地位。夫人，秋夕斗胆求您决定，我该怎么办？刘进来了，按照这本上写的给我配好啊。好的。哎，鞭炮、金香、大红蜡烛。哎，谁要结婚啊？啊，是我们家老爷和奶娘。你说谁要结婚？是老爷和奶娘啊。啊，你刚才说谁要结婚？老爷和奶娘啊。谁？老爷和奶娘。你再说一遍。是老爷和奶娘。
说错了吗？真的是陈老爷和奶娘要结婚了？是啊，被你们这么连着问，问的我都被你们搞糊涂了。姐，你还好吧？老板娘，怎么了？中邪了？你才中邪了呢！走走走走走，出去出去，姐出去。今天有件事我要告诉你，希望你知道以后能够祝福我，支持我。尽到做陈家媳妇儿的本分，我会用生命来保护陈家，并且好好。感谢陈家祖宗的庇佑，让儿孙有这个福气娶到秋夕这么贤惠的好妻子。今后儿孙有秋夕相伴，真是儿孙的福气呀！儿孙今天要在祖先面前立誓，从今以后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善待秋夕，绝不会让他受半点的委屈。相遇一晃已经20年了。其实，在我的心里头，
习惯有你了，只是我自己没有发觉。我真是笨呐，白白浪费了20多年了。秋夕呀，我要谢谢你还肯给我这个机会啊。老爷，我承受不起。当年要不是您收留了我，我现在不知道沦落何方。我更得不到您的疼惜，应该说谢谢的是我。你就是这么善良谦虚，让人心疼啊。如果老爷真的疼惜秋夕，我想请老爷帮我完成一个心愿。什么心愿呢？放粮2000斤。嗯，这些都是你奶娘的主意。她是希望啊，婚礼能够尽量的减少开支，把节省下来的花费全都用来救济穷苦的人家。这都要感谢老爷的成全。当年北方闹饥荒，要不是夫人相助，我和君山早就饿死了。要不是老爷的善心，我跟孩子们也没机会来到泸州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帮我完成这个心愿。我但愿有生之年也能像当年老爷帮助我一样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老爷，秋夕的用心固然很好，可作为陈家的总管，我也有责任提醒你，2000斤米粮是不是太多了点啊？哎，上次啊，被人诬陷入狱，我心中就有很深的感慨。人的一生能吃多少，是老天爷早已经注定好的。不要太斤斤计较了，有度量才有福气，有舍才有得嘛。继父啊，放粮这件事你就照这样去安排吧。是。你娘一直是在我心中的，我不会忘记她的情。我相信她也跟我一样，希望我能够解开心中的结，迎向新的人生。爹，您终于想通了，我真替您高兴啊。是啊，恭喜老爷。哎，你怎么还叫我老爷？嗯，对啊，你不想认我这个大哥啊？我没有。那就改口喽。我也正式有了一个弟弟了。君山，对玉华也该改口了。是。大嫂，玉华，你想要怎么样来称呼君山，不必顾虑我的，你自己决定。叫名字吧，总比叫小叔亲切多了。是啊，那我就叫你君山吧。多谢姨娘。那么从今往后，我也要改口称奶娘为姨娘了。哎，听说隔壁绸庄的陈老爷要娶他儿子的奶娘。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是啊，都在一个屋檐下，夜里你过来我过去的，说不定早就不清不楚的了。是啊是啊，这孤男寡女的，我早就怀疑他们了。就住口。你们的舌头还真长啊，背后说人家坏话不怕你们的嘴巴烂掉吗？呸，你才嘴巴烂掉呢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
一直想要嫁给陈老爷的？人家现在要结婚了，新娘不是你啊，你心情很糟，对吧？方婆子，去出去，出去，你们都出去，小姐，真是。喂，你们的东西。姐，自从听到陈老爷要结婚，你不是坐着不说话，就是在店里吓人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已经吓跑了多少顾客呀？哎呀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姐心情不好。瞎子都能看出他心情不好，可这样有什么用啊？姐，要哭你就哭出来，你这样整天不哭不笑的，我都快憋出病来了。哎呀，去，送到陈家去。姐，不是说不卖给他们吗？我不卖给他们，我送的。地夫啊，你辛苦了啊！啊，来，大脚步都跟上。谢谢夫人。啊，谢谢啊！哎，好。谢谢大家，后面的跟上啊！好，来，兄弟，你干嘛站着不动啊？没事，我只是觉得头有点晕，想先回去了。啊，我陪你回去吧。啊，走。啊，在那边排队啊！哎，就在那边。哎，跟上，跟上，后面的跟上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
怀远还活着，我怎么能跟老爷结婚呢？天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该怎么办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想回娘家走一走，特地过来跟你说一声。那我陪你回去吧，我也很久没去探望岳父岳母了，你等我一下。嗯。啊，你看这几块布啊，新娘子穿最合适了，喜气又大方。这块布怎么卖啊？一块大洋一尺，你的身材做起来大概需要六尺布，一共是六块大洋。要不然要这块布吧，这块便宜一些，新娘子穿也是很合适的。我还是改天再来吧。姑娘，请等一下。看姑娘有多少，才给她。好的。我钱不够，买不起。没关系，我送你当嫁妆。我。成婚呢是人生大事，做新娘呢要高高兴兴的。不能留任何的遗憾哦。可是你安心收下吧，这块布送给你呢对我们绸庄没有任何的影响，但是呢却可以让你做一个快乐的新娘。姑娘拿着吧，少爷送给你的。多谢陈少爷，多谢陈少爷。哎，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啊，只要你将来跟你的丈夫过得幸福快乐，这块布呢我就没有白送了。快回去吧。谢谢。不用谢，慢走啊。君山，这笔账单我来签字。好啊。我好了，可以走了。大哥，签字。好。那，君山。彻底的划分清楚，该收的收，该还的要还。
了，这么久才开门，跟防贼一样。啊，哪有啊？有事吗？你拿枕头来干什么？睡觉啊。啊，你，文月，我们两个还没拜堂呢，而且我娘又搬到彩园去了，我们俩不能那么快就……林君山，你想哪儿去了？这个枕头是给你用的。可是我已经有一个了。少爷最近不是经常到你这睡吗？两个男人怎么能挤一个枕头呢？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……林君山。你想哪儿去了？真是的，文月，文月，文月，对不起了，我误会你。文月，我跟你道歉还不行啊？君山，我可警告你啊，下次你再这么乱想，我绝不饶你。不会有下次了。华，来，我跟你喝一个，我敬你，喝一杯，来。不是华，你是树，你骗我，我不给你喝了。成三人，来，我们三个喝一杯，来。他们双双对对，我们
冷娘，冷娘，我有明月陪我喝酒。冷娘，啊，不对，你有爹了，你是姨娘。姨娘，我心里好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乖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没有人会知道的。你喝醉了，我扶你回房里休息。来，不，我不回房，我没有地方可去。天雄，君山，快来帮忙，君山。少爷，怎么了？少爷他怎么了？天雄喝醉了，快扶他回房里休息。好，娘，我把他背到我房里去。来，当心啊，来，慢点。我不要，走，君山啊。